家好，这小姑娘没事，我叫你刚才接待没，现在就是开始拉接待的时候，人家刚拉拉眼眼还挺大的一个。他这个味儿现在咋没难闻，冲哼。咱现在腌制的不是跟咱小时候那种吃的一样的是吧？哎，是的。里边还有花生，还有啥的？哎，豆子有花生。那种吃还是比较冲的，那个味。哎，那个花生啊，花生豆子，再你要一吃，辣的都腌的比那辣。对呀，对对，就那味儿。像以前都找白那个啥，那个红醋腌，现在都是白醋腌。这个腌制的时候放在坛子里头会不会霉呀？不霉呀，搁要桶里搁坛子搁哪都怪。哎，几天就可以了，几天都可以吃了，就是吃肉，吃的涮肉，浇的香油。放那些辣椒不挺吃的吗？吃的涮肉，一到一过，你这人没有酒毛菜都在吃的涮，晚把涮苗子，切切跟着调到不吃了吗？我来，那我来，来。就这样，先给他晾一个上午，下午再盘一下。啊，这一个不要了，这个有点。就这样给他摊开晾晾。哎，都搁那晾着，管搁桌上那边搬呢。嗯。没你上场。放那晾晾，下午再弄。这是咱腌菜的那个醋，白醋是吧？哎，白醋。这个是那个上色的醋，少兑一点的。咱腌菜的这个醋呢，它不鲜的很，那样就让鲜的不敢进去，可知道？这是等它烧开吗？哎，烧热。美女烧锅有点大材小用。嗯，美女不会吃饭。你这一身穿的这么漂亮，往那锅面一坐，有点不衬了。有啥不衬呀？都是农村人。醋烧热了，放上盐。那可以倒了。把咱晾好的芥菜给它放进去。花生。火药不要少了啊！好的。人肉给它烧热，水锅裹的很肉肉，我这煎的很肉肉的。那不烫吗？那谁知道？就现在闻起来这个就很冲。嗯。所以你闻到这个气冲的很。要腌好的样才好的，就这样放到桶里边给它焖是吧？哎，对，焖个四五天，我想应该一个星期左右。嗯，好了，都打出来可以吃了都。不然吃了都苦劲儿。找徐老，等你搁外边要是想盘，找那徐老伯母套着我的汤盆。要我每两天都粘嘞，跟腌全面是一样。真热的，你看了冒热气，俺都热到很。这芥菜腌好了，前几天腌的，吃的时候放点蒜苗，放点香油就可以了，拌拌特别香。这期到结束了，关注小姑娘美食，边线美女。